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上集说到买床垫的时候，你可以跟店员用到的一些英文用语还有用词。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集第一句说到 ，I'm looking for a mattress. I'm looking for a mattress. 意思就是说呢，我在找一个床垫。那么店员会跟你说 ，Feel free to lie down and try them. Feel free to lie down and try them.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随意躺下来试一试。那么最后呢，你在选床垫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床垫的软硬度。你如果比较喜欢硬一点的床垫，你就可以用到接下来这个句子，就是 I prefer firm mattresses. I prefer firm mattresses. 我比较喜欢硬的床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情境是延续上一集，也是继续买床垫的这个事情。那么你选完了这个软硬度的时候，你可能会跟店员讨论到说你要买的床垫是什么样的大小。那其实因为新西兰这个床垫的大小跟我们国内可能不太一样，那你要怎么知道说我要买哪一个大小的床垫呢？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明显的表达跟店员来说我要什么尺寸的床垫？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情景模拟。买床垫 Part 2。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I think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Okay, the one you're looking at is currently on special, and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That's great.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I think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Okay, the one you're looking at is currently on special.And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That's great. 那么看完了刚刚的情景模拟，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好用的句子。首先，我们延续上一集的这个情境，然后呢，我们已经讲完说我喜欢哪一种软硬度的床垫之后呢，店员问你说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你在找什么尺寸的。什么尺寸的床垫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你在找什么尺寸的？我们先说一下 What are you after? What are you after? 这句话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口语化，然后问你说你在找什么的意思。那么把这个句子里面放入 the size.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也就是说你在找什么尺寸的这个床垫。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你在找什么尺寸的这个床垫？那么当店员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就要跟他说你是要大床呀、特大床，还是只是要单人床之类的。那我们今天的情境里用到这个句子是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意思就是我们想要一个大床。We want a queen size bed.我们想要一个大床 ，We want 就是我们想要嘛 ，a queen size bed， 一个大床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我们想要一个大床。当然，就是你这个尺寸的部分，你可以把它替换成其他的词。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单人床的话，你可以说 We want a single size bed，We want a single size bed。我们想要一个单人床。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我们想要一个大床。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句子呢，是店员在情境里面，他说到关于这个保固的问题。他用的句子是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所以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我们有提供十年保固。We offer 就是我们提供 a 10-year warranty, 一个十年保固。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我们有提供十年保固。看完了刚刚的情景模拟，还有句型解析，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情境当中还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学起来的单词。首先，这个单词是刚刚第二个句子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我们想要一个大床。那么 queen size。在这个床的这个系统里面呢，指的就是大床的意思 ，queen size。
queen size 大床，它会比一般的双人床再大一些。Queen size, queen size 大床。那么同样这个句子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我们想要一个大床。里面 bed 这个词指的就是床。Bed, bed， 床是一个名词。Bed, bed， 床。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到刚刚最后的句子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我们有提供十年保固。那么 warranty 这个词就是保固的意思。Warranty, warranty, 保固是一个名词。Warranty, 保固。如果你今天去买家具的时候，然后店员没有问你，没有跟你提到有关保固的问题，你就可以问他说 ，Do you have warranty？ 你们有没有提供保固呢 ？Warranty, 保固是一个名词。接着呢，我想很快的补充一下，在新西兰这边各种床垫的不同尺寸要怎么说。我们刚刚说到 queen size 是大床，那么 king 呢就是特大床 ，king 特大床。那么 single 有关床的话呢，就是单人床的意思。double 是双人床，这样记起来了吗 ？queen 是大床 ，king 是特大床。Single 是单人床，还有 double 是双人床。那么这些床的尺寸呢，我在接下来的小常识会跟大家一一来说到。新西兰生活小常识。今天我们说到了床垫的尺寸，那么值得注意到的就是啊，新西兰的床垫尺寸大小跟我们原居地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虽然他们可能都叫做双人床，但是新西兰的双人床跟我们可能像是中国国内的双人床，其实它长宽比例却是不同的。所以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新西兰的床垫尺寸。这边床垫呢，基本上分成几种，一个是 single、king single、double、queen、king， 还有一个是 super king。那么也就是呢，单人、特大单人、双人、大床、特大床，还有超级特大床。那么我们来很快的分别说一下这些的大小。如果单人床的话呢，它是92×188公分；特大单人的话呢是92×203公分；双人的话是135×188公分；然后 queen 的这种大床是150×203公分。King 的特大号床是165×203，还有一个 Super King 是超级特大号床是183×203公分。如果有些人喜欢更大号的床呢，还有一种叫做 California King， 它是加州大床，是203×203。当然，就是每一个家具店卖的会有大概2到3公分的差距。那么了解这个床垫尺寸以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注意到，就是如果你想要从国内买床罩过来的话，因为国内可能花样比较多又比较便宜嘛。但是呢，问题来了，因为你一定要看看说那个尺寸可不可以跟这边的床垫相符合，不然你买过来的床罩是没有办法用的哦。虽然你在那边可能买了一个双人床的床罩，到了这边发现竟然放不上这边的双人床的床垫。所以你在买床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床垫到底是什么样的尺寸。以上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新西兰有关床垫的尺寸的一些介绍，希望各位对于就是最近要买床垫的朋友呢有一些帮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了哪一些在买床垫的时候，尤其是选择尺寸的时候可以用到的英文用语还有用词。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I think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OkayThe one you're looking at is currently on special, and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That's great!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I think we want a queen-size bed. Okay. The one you're looking at is currently on special, and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That's great!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What is the size you're after? 你在找什么尺寸的这个床垫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We want a queen size bed. 我们想要一个大床。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We offer a 10-year warranty. 我们有提供十年保固。Queen size, queen size, 大床。Bed, bed, 床。Warranty, 保固。Warranty, 保固是一个名词。生活英语，英语生活，用最简单、最实用的会话，让您快乐说英语。我们今天学到的呢，就是在选床垫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一些会话。我们之前说到选床垫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除了要选择适合的床软硬度以外，还有适合的大小，同时呢也要跟店员提问到说有没有在这个床垫上有没有一些保固。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学到在买床垫的时候可以用到的英文用语还有用词，希望可以对最近可能要买新的床呀、新的床垫的朋友有一些帮助哦。谢谢你们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说英语，我是小乐老师，我们下集再见喽。